我想我们母亲节哈，我们以前当然有一些感恩的活动，那也有致赠康乃馨的活动，但是呢，我们还没有尝试过。现在，请各位尊长放松你的心情，保持愉悦的心，好好享受此时此刻。好好的休息，此时此刻到我们来陪伴你。亲爱的尊长，年年都会有母亲节。但我相信今天正在您面前的家一定比去年成熟懂事，所以相信今年的母亲节你的感受也不同。泰堪老菩萨介绍，泰堪老菩萨出生于二水的望族，出嫁到园林后一直在金山陀，他40到50年间助产士生涯接生3000多位新生儿，是为了一起合影啊！哎，今天我们也非常谢谢我们彰化地区很多的媒体记者好朋友来报道这么棒的、这么感恩心的活动。大家先看这边，好，先看这里。